Buffy 搭配杰叔，继续看一下这款过剑效果。这边会我们来一把国际服的专属过剑绝书搭配联动时装的一个实战。我们去修中场吧，中场会比较招鬼点。修这台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板先放下来。要这边红蝶吗？他这蝴蝶丢的也太抽象了。哎，拐角。红蝶没带风窗，这蝴蝶又丢歪了，咋又有只蝴蝶啊？这邪事，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过剑特效吧。这个过剑效果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，他要翻回去了，他不追了吧？啊，怎么在那边啊？刚才看清楚了没有？没看清楚的话我们再看一遍好吧。他闪现应该差不多了。这时候这个板子啊，红温如初。这红蝶的熟练度不高啊，我这个号虽然说是二阶的，但是天大将这个基本上土夫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，这把有点意外，好吧。继续看一下这款过剑效果。好，这是回香的一个特效。哎，温如初啊！哦，我还以为他走了，原来还在。我操，这也让他飞过来了，有点意外，好吧。这是前方撞他，哎，拉球，太妙了，哎，我操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初二，你这拉球有点老太婆拉球呀，换技能。剑圣应该没那么快吧？我操！你的前锋，我对你很失望。哦，这还行，小罗陀，小陀螺。闪现，闪现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我们吃个蝶好吧？不过他吸力很快，我算了，还是不吃了。再要一会儿，哎，没有吃到底，下一波要防闪现了。翻板加速，接下来就倒车，看门倒到门那边去。他不动了，好奇怪，对吧？四级二的。